各位如果有资料的话，反正哈，就是像这个资料，你就去分析它。那就分析资料的部分，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它变成栏位式的。所谓栏位式，就是说呢哈，它一定是一个资料怎么样呢？成语就是一栏，一栏成语的名称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栏是什么呢？第二栏是它的解释，对。第三栏一定是它的什么呢？它的例句，所以它一定是有个结构的。那只是说现在它结构不正确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成结构正确？好，那第四个它有个空白的一个资料哈。然后呢，其实最快的方法哦，各位可以用我刚刚讲 Word，那 Word 里面怎么样快速转换成那个在 Excel 的档案格式哦？首先的话，第一个我们把那个 Office 里面的那个 Word 打开来。那 Word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，把这边资料 Ctrl A 全选，Ctrl C 复制，然后再到 Word 里面呢，把它贴上。贴上的话也是像 Ctrl V 贴上。贴上之后的话呢，哈，我们要怎么样快速可以把它转换成表格？其实第一个 Ctrl A 全选，第二个的话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，插入里面有一个叫做表格，表格里面有一个叫做文字转换为表格的功能。好，那这个功能非常好用，以后如果你的资料不是表格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转换。那因为分隔符号有很多种，比如说你是逗点，或者是有的是加什么加 tab，就是那个定位一个 tab 定位点。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中间是什么呢？分隔符号是段落符号，所以呢总共有几栏，你就可以分析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然后再加一个空白栏，所以有四栏。也就这个栏数的话，你输入四，那分隔符号在段落，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你会发。